你家几啊？你家大几啊？我升大一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十八岁。十八岁哦，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是什么系啊？音乐。哦，天哪！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不会过来。你有男朋友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，帮你找一个。不要，不要。哪里？对啊，你一个，你一个。对啊。哪里啊？啊。啊，你要哪一种？阳光的有没有阳光？有有有有阳光阳光，他是 Angela。Angela 是全职做什么工作？模特。全职模特。那你是全职做什么工作？我还在等当兵。等当兵啊？那你是什么科系啊？我是观光系的。观光系，以后要当导游吗？不是不是，可能会接家里工厂的事情。工厂哦？你家什么工厂啊？工厂，就是卖米糠的。你有听懂吗？爆米花。爆米花的工厂哎。可是很可怕，因为它很大声。没有，它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这样蹦那一种。会吗？会吗？不是不是那种的，比较不一样。它原名叫老花，但是它是蜜胖的一种的。哦，你喜欢吃蜜胖吗？喜欢。喜欢哦，你给它吃蜜胖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啊好啊，可以吗？有什么口味？就传统的口味。哦，传统。不，那你什么星座？我是天秤。天秤座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金牛。金牛座，你有混血呢哈？没有，没有混血。很漂亮的。东区不是常遇到吗？真的吗？对啊。有问过你哦，我怎么没有帮你找？没有问过，就是要给我打招呼。哦，有没有很漂亮？超漂亮，超漂亮，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？已经超过了，已经超越了你喜欢的类型，在这了，他已经在这了。那你要很快乐啊！你有没有很快乐？他看起来很开心。太快乐了，好棒哦！那你要跟他交换一下 line。好好好。太快乐了，太快乐的配对了。穿一个贴纸。你家几啊？你家大几啊？我升大一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几岁？十九。我二十。你看起来好像高中哦。哈哈哈！闭瞳，闭瞳，闭瞳，睁开眼睛。好，真诚，真诚，三二一 ，Go。很棒，可以可以，什么感觉？幸福吗？有没有？讲不出。很恋爱的感觉啊，可以可以。那、啊、你是什么系啊？音乐。哦，天哪！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没有，读音乐女生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的音乐啊？钢琴。你会弹钢琴哦？那你不修什么？吉他。你会吗？你会吗？你跟他学，你跟他学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蜜胖小王子在台北吗？对啊。吃得到吗？吃得到。寄给他啦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分数。八分。哦，还不错。为什么会给八分呢？他还蛮聊得来的，就是会蛮会聊天。哦。然后蛮阳光的。哦，感觉人蛮好的，感觉不是坏男生。可以。一定要几？给他几分？百分之十分，百分十分，那一定是给十分。十分啊，很棒。为什么给十分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就太完美了。太完美了，好好好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妹妹，你让他给你几分吗？几分？他说你太完美了，他给你十分。对啊，这一定的、啊，这一定的、啊。那你们做一个简单的互动，背后环抱，好不好？好，友情的互动 ，Go。我觉得有一点冷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抱你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背后环抱，背后环抱。不是啊，你会不会啊？背后环抱了。哦，背后环抱这样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黑男好帅哦！一，谢谢。一，好，可以。拍张照，拍张照。
202011月14日，单身的朋友，我在 Ultra 等你哦。活动资讯在下方叙述，我们 Ultra 不见。